大家好，我是黄江金霞。台湾はこれまでに3回来たことがありまして、今回で4回目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、とっても日本と生活のスタイルも似てますし、来るたびに温かい皆さん の, 人のこうなんか気持ちに触れるのがすごく楽しみで、そしてマッサージも好きですし、食べ物も美味しいですし、すごく居心地がいい国だと思ってます。是丽雪在去年的冰上雅姿有表演，对不对？而且是唯一代表台湾的一个滑冰选手，去年的感觉怎么样？我很荣幸能够跟这些巨星在一起表演，然后我也从他们身上学了许多如何表演艺术的方式，然后使我增加更多的信心。丽雪，你今年几岁啦？14岁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Lollipop。 大家好，我是阿威。Hello， 我是小玉。Hello， 我是敖全。那个威廉他在拍戏，没办法过来。OK， 所以今天三个代表，对不对？对。请问你们对于滑冰认识吗？熟悉吗？认识，有时候我们之前有去溜过冰刀。对，不过就是那个运动呢，其实呢，就是你如果没有练过的话，真的很难上手。而且呢，它那个加速呢，是所有运动里面最快的。所以我们通常在玩滑冰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自己加旋转，可是都不知道，真的假的？你会？就是会不知道转到哪里去。所以你会旋转半圈没有问题啊？我最擅长 的我最擅长的是后溜，后溜就是非常困难。后溜很难啊，就是只有教练才在后溜的带人溜的时候。啊、今天 Lollipop F 呢也带来了一份礼物要送给荒川小姐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嗨，阿拉卡瓦桑，阿拉卡瓦桑，空邦瓜。我看你的还有嘞，还有再来。きれいね。私は敖全です。小玉，我不行了，快点。私は小玉です。Flower for you。哇。好きです。私は阿伟です。这是我们的专辑。Yeah。好烂啊！阿伟，怎么一点奖金都没有啊？这么多年来。非常的用心，送给你。阿拉卡瓦。为什么送这个？因为呢，真的想不到要送什么台湾的名产。但这个也算是台湾的名产，因为台湾呢是机车呢世界上最普遍的一个就是国家，然后这个希望呢你在溜冰的时候可以有安全性，对，因为溜冰真的很快，对，会很烂吗？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初学者吗？因为他是初学者吗？他是世界冠军吧？那我自己带哦。刚刚的日文是有点烂惨啊，那已经是我们这个团呢日文呢最好的部分了。僕たちは Lollipop です。最近其实练习50音啊。什么什么五十音这种话不用讲了，所以我们开始练片假名了。比较高水准一点。那我觉得日文呢也是慢慢在学习，不过最近就是接触蛮多就是日本的朋友，包括这个阿拉卡瓦桑，还有就是昨天的美少女盛典，就是日文的部分我们好记得。像威廉这次拍戏，他没办法来参加这个活动，他就觉得非常可惜。但是呢，我们日文呢因为学好，不然我们试着跟他就是对话看看。好好好，来，今ちょっと練習してみます。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。お元気です。我跟他讲好了，他说他心情很好，然后很有元气。欢迎欢迎，阿拉卡瓦桑。はい。私は敖全です。你刚才讲过一次的这个。愛してる。我只会这种搭讪的。因为其实我对于语言就是记性没有那么好，我可能记了一个名词，我可能要背10天才把它背起来。对，我现在会的就是阿伊乌诶那些，对，没有办法秀一下。我觉得日本人会喜欢我们这种 style， 为什么？就是比较幽默搞自然的。那我们去到那边，到时候去的时候一定不是现在这种日文程度，好不好？日本でも今の外国からたくさんのアーティストが来てるんで。目立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。はい、わかった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。頑張って、加油。他说现在有很多就是韩流、华流，所以就很多国外的歌手也都有到日本去发展，所以他觉得就是你们这样子会非常有哦，这样すごい、すごいね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还可以跟他在这个冰上的时候一起做互动。你们可以吗？你穿上去基本上很难跟到他了。跟着连车尾都能看到，对啊，溜冰鞋其实很难掌控哦。对，尤其是在你在冲刺的时候，那脚会一直打开，然后打开是你的胯下就要一直把它hold回来，我觉得那是非常困难的。
嗯，而且敖犬在后滑这一块呢，真的是蛮强的。嗯，对，他是我们。你在冰宫跟女生搭讪过吗？哎、欸，小雨，你干嘛？以前比较没有在溜冰，然后其实冰宫还蛮多女生去溜的，但是都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女生，对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请他们教我们，然后他们就会在前面就是带我们大家一起溜，这样就是那叫什么搭火车，搭火车。那不是比较 old school 年代的人在，我爸妈都是这样认识的，你也是啊。